我是要当演员。哎，你好，我是今天的演员，请问一下，我要向谁报道？我现在需要一个最耐打、打不死的。你打不死哎。 哎，你不会就是那个上官玲玲的妹妹吧？怎么可能啊，差那么多。对啊，她才七八，我一五八哎。大家好，我是上官弟弟。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啊，上官玲玲是你的？我姐。你们姐妹俩发展的方向不太一样。点哥，你其实可以老实说啦，上官玲玲就是巨星，我连演她的丫鬟都没机会吧？我们正在筹拍一部宫廷电影。 现在找上官玲玲演大公主，找你呢演二公主。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和我自己的妹妹合作，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能够擦出不一样的火花。还擦出火花嘞？擦你屁股吧！如果你想要当明星的话，我希望你学习成熟点。比赛正式开始。 你姐啊，她不是我姐，她只是一个讨人厌的女明星，叫上官玲玲。她不过就是个谐星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证明谐星也是会演戏的。我打来，想请你退出。靠！老娘才不怕她嘞！老娘等下看到她就立刻。 想扎我的台是吧？现在全世界看笑话，高兴了吧？我很高兴，我就是一个谐星，我的专长就让人家看笑话。知道要面试什么吗？购物台的助理。购物台助理要做什么？知道吗？要敢露。露你个头啦！露要口齿清晰。来，照着念一遍：红鲤鱼雨。 绿，照你这种速度念，要活得够久才听得完，一气呵成。Understand? Yes. Go. 红鲤鱼，绿鲤鱼，绿红鲤鱼，绿鲤鱼，绿红鲤鱼，绿鲤鱼，绿鲤鱼。